真美味。三二一，请揭晓。2016彰化蔬活果真美味，暨各级农会农事四件家政成果展系列活动，将在11月25、26两天在八卦山大佛前广场举办，欢迎全国民众踊跃前往参加，支持彰化优质在地农产品。哦，人讲楼顶就楼卡，阿母牵阿爸，伫10月25、26。来到咱八卦山的广场，大富的广场，来改买物件，哦，要甲咱回馈咱农民的努力甲辛劳，啊，真感谢！希望咱伫10月25，咱大家伫遐做伙，来做伙运动，来咱欣赏真好农产品，啊，为咱的农民呢，各做一家的心加油打气。相信这次的成果展，绝对是把彰化目前多元的产品，一下子呈现在国人的面前。尤其在县政府大力的推展之下呢，每个摊位还有每个青农、每个农会的卖力啊，展现出来的，我相信大家都有所期望。这项活动同时推广彰化丰厚的人文与观光，现场有乐团演奏、街头艺人表演、竹编 DIY、东森艺人以及多项趣味竞赛，有吃又有拿。同时，为了刺激消费，只要在活动当天消费200元，即赠送50元消费券，数量有限。欢迎民众多多选购地产地销的优质农产品，享用最新鲜的彰化蔬果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。